给你拿住！你怕你拍？你这个拿住！那这个不拍了。这个拿住！快点！给我拿过来！哎，哥，你不知道他有多坏吧？给阿叔叔发过去。难道说太坏了？这个还没吞掉。太坏了！哎，你手指小心。 对不对？反正好不清晰，拍。哇！我就放在这里。哦，跑掉了。哦，吐死！没有没有，等到那个小鱼还可以 manage， 那个大的是有点，可是那个大的身体就。给我抬个凳子过来。OK，给我凳子。凳子在哪呀？哇！ 给你，你不要凳子了。啊，我要拍摄，做个 YouTube。No，哎呀，哦，他吃到了。啊，这个够小了啦。刚才就是坐凳子的那一刻，这个可以 manage。啊，又跑了。啊，又咬到了。他死掉了，他牙齿很尖的。 这脆了，这要折成两半了。哦，它吞了，你看到它喉咙了吗？你看到它喉咙了吗 ？Yes。 Oh, gone. 我们看看那个虾，对虾，看后面有两个虾在动。诶 ，But then 我觉得你虾对。 这么神奇哟、哦！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你说它会吃死鱼吗？啊？不会，也许会肉，但是哇！哎，你看，那个虾在等吃虾。OK，那个虾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那个虾挨着被。 虾没有地方躲，每天这样缠着。哎妈，你看那个小虾，看，往下看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那 I mean 那一个吧，不用紧。这里给大家今天终于饱了，吃了两条鱼。 那个有蛋的虾好像 gone 了嘞，这可以虾蛋这么多不稀奇。乐乐看到有劲啊，看，乐乐也在看。哎呀，好恐怖啊，鱼吃鱼啊，虾吃虾。哦，那个有蛋的虾还在那里，还在那里。 死鱼会多了，死鱼不要紧的 ，fresh 的。OK， 再喂一点。这个鱼是很 fresh 的吗？ 你要吊在绳子上给它吃，不然它降下去了，它就沉下去了。
下去啊。对。哦。给那个虾吃，给那个虾。啊，我那个虾没看到。不要紧。哦。哎，那个死鱼有点像真的嘞。嗯。哦，它掉了。你不要把这个声音放进去哦。Yeah. 你要整个手段了，不用紧，你知道为啥这么？